因为一起合作拍摄《惊人的星期六》而结下缘分的泰妍和 Block B 成员 Pion， 在最近播出的《惊人的星期六》是 Pion 入伍前最后的录制，也表示自己会在军队中观看节目，认真努力结束军队生活后健康的回来和大家见面。而节目成员们也专门为他录制影片作为入伍前的惊喜礼物，而其中他也准备了自己的专辑，表示希望可以对他有帮助，还说如果需要其他歌手的专辑的话尽管告诉他，让粉丝纷纷直呼这才是最厉害的。 PL 是 BLOCK B 男团成员，也是该团成员最后一个服兵役入伍的，将在海军陆战队服役，期待两年后 PL 健康的回归吧。来看看韩国网友对此有什么反应吧。有需要其他歌手的专辑的话告诉我吧，科科。专辑礼物，在军队中听泰妍的歌的话一定会得到前辈很多的爱的，如果泰妍能去探望 PL 的话，军队生活应该畅通无比吧。也想把姐姐带走的话要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大家对于泰妍送 PL 礼物这一件事怎么看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